大家幸福了，这几天来啊，都投入了在受灾的灾区，脚踏在泥土上啊，双手呢也都在帮忙的那一些浸泡着泥土中啊，多少多少的物资啊，又沉重又是脏啊，大家呢不喜辛劳啊，弯下腰啊，出大力啊，一个人这个一个呢，这么一大片的泥土水，到底要搬到什么时候，也可以感受到重，那一种的重的负荷啊，负担的真的很重啊。我还是在呼吁，希望呢就地近处的乡亲们，真正的需要把环境赶快让它呢干爽起来，要不然的话真的很担心，担心的就是疫情。不过也是很感恩呐、这几天呢当地动员的人也是不少，那不能进去的还是不能进去，但是能踏上的，这两天来慈济人开始呢，因为山上路也通了，他们就一步一步向前，轻轻地踏，怕再伤到了山体，所以呢还是很艰辛地往前走。他们伸出了双手，也是柔柔的拥抱啊，抚慰啊，打气啊，鼓励啊，同时呢送给了急难辅助，还有呢给他们的物资用品，最实用的用品，安他们的心啊，呼他们的身啊，身心抚慰啊，看他们又哭又笑，因为呢他都是曾经呢也是不少慈济环保站的地方啊，他们看到了蓝天白云啊，看到那标志有无？啊，这都咱负责，我落去来开，给予因大家吃。我是足感恩讲哦，咱负责吃，安尼吃恁底有心安尼，真正地都拢送到位啊啦。土亲人也亲呐，这么多天走不到路断了，可是我们的心路并没有断过，现在已经能伸手能接触到的，所以呢但愿他们呢要多保重，而且呢在接下来我们急难救助的需不需要还有中期长期的，当然现在少不了呢要关心孩子注册的，这呢都已经跟着路通而前进了啦，还有一群的阿兵哥啊，这么多天有的时候却负伤，或者是呢抬着大体力跟心灵啊都已经很疲倦了，所以啊他就说啊，能不能给他们的佛珠哈、去安这一群孩子的心，没错，现在需要他们的力量付出，要有安他们的心啊，他们才能呢提升了他的力量，所以也去抚慰阿兵哥啦，让这一群年轻人呐、提出了智慧毅力，所以呢
这都是南北慈济人在这么多天来的合作，尤其是慈济人啊，帮忙开。